学习易经风水，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懂得应用易经风水，可以改善自家环境，趋吉避凶，平安顺遂。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开课讯息。开课日期105年10月2日，时间每个星期日下午1点至5点，地点在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专线03-360-1081，03-360-1081，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